醋题。建奏题。哦，建奏题耶！哇塞。对啊，就那一首，就那一首，就那一首，就那个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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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吉家。好，三二一，两盘。秋鸡歌叫叫叫叫叫叫叫。好，后两盘脱掉，一起来演唱《秋鸡歌叫》。是印象很深刻，对，然后一直在那边丢丢丢 ，MV 就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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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注音，哇塞，哎，注音。乌喝呢 ？Uber 叫 Uber， 我喝叫 Uber 送 Uber。哎呦，哎呦，请问是写歌名？已经有答案了，是写歌名，没错，是写歌名。巴尼基，其实现在媒体比较想要看的是他们影子计划，他们到底写什么？哎，很期待，期待，他们好奇。他们两个现在85分，是最敬陪末座。我们的杨子璞、莫宰阳88分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基本上是应该两岁就蛮强的啊。哎呦，好，请亮摊。哎呦，有哎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厉害！好，来来来，一起来演唱《吻别》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哦，经典经典，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My sway is out of control, out of this world. Sayonara, this is Olympia, 等级高速运作，奥林匹克等级高级动作。好，一起练，三一二三，88。哎，要加 S， 88，要加 S， 要加 S， 熊仔，88，对对，这个歌算这个 rap 里面的经典，非常快。哎，也有得到最佳作词人奖。哦，作词啊？对，因为这个他等于是说作文奖了啦。对了，要写那么多词，字多嘛，这样啊，请出。歌知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。哦，简单啦。对呀，这一点简单。夜市，夜市。肚子饿了。这提示太明显。三，简单的。二，喂喂喂，一，请亮盘。士林嘛，士林啊，士林。宁夏夜市吗？宁夏。一起来演唱。宁夏。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。知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。哎，你看这写的歌词简简单单，旋律简简单单，反而能够扣住人心，真的有没有？李正凡写的，写来不错，真的厉害哦。去了趟位于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来的，他有原因的啦，所以叫做宁夏，哦，叫宁，哦，所以是真的地名的那个宁夏，哦，好听。